美国蒙大拿州发生一起严重的火车出轨意外，至少有五节车厢脱轨，灾情惨重。请支持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全新 YouTube 频道 TVBS 国际 Plus， 扩大视野，掌握趋势。邀请您订阅，并且开启通知小铃铛。